一起洗澡岂不是被看光了？还是在他的眼里我都不算是个女的？这身材，他要是有什么不轨的行为，我也没什么胜算反杀呀。卢婉婉，你疯了吧？动什么歪脑筋呢？犯法的事情不能做，尤其还是为这种恶霸犯法。快点，我没时间等。你打喷嚏的时候不知道忍一下吗？从医学角度说，打喷嚏和咳嗽都是忍不了的，所以我不是故意的。洗澡去。你先。一起。你有病吧？你不知道男女有别吗？我干嘛跟你一起洗澡？哎，你这样已经构成了性骚扰，我是可以告你的。你要是不想洗可以立刻走，但感冒了别怪我。我的，洗完澡换上。作死人了。你跟着我干嘛？不是说我们不能同框，让你晚十分钟再出来吗？你腿短，走路慢，不关我事。你们看，那不是仁初学长跟卢婉婉吗？这俩人约会呢吧？哎，他们俩穿的情侣装，我看着卢婉婉穿的是男款，学长的衣服吧。是仁初学长吗？哇，好帅。咦，他后面跟着的是卢婉婉，他追着仁初学长做什么？哼，他胆子可真够大的。你看咱们学校谁敢这么一直尾随仁初学长，简直是为爱痴狂。哎，不得不说，爱情的力量可真伟大呀。哪有爱情，这是尊严，我哪有尾随他。我让你们看看到底谁追谁。我今天表现还可以吧？我的笑容正常吗？小朋友看了应该能接受吧？中间有一小会儿我走神了，应该不会太明显。好，知道了。学长，谢谢你，你先回去吧。你也注意安全。好了，我知道了。不喜欢就不要看，回家。你放我下来！借过。
学生，谢谢。卢婉婉，你一个女生怎么这么丑？我可比你杠铃轻多了，放我下！哎哎，赶紧放我下来！哎，那是不是卢婉婉啊？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她本人，长得也就一般吧。一般吗？我觉得比你好看。他怎么在这儿？我刚刚怎么没有发现？学长和卢婉婉不是正谈恋爱呢吗？为什么分开坐？这俩人吵架了吧？冷战呢？你怎么在这儿？很明显，吃饭。我给你做了个蛋糕，以感谢你帮我解围，之后咱俩就彻底两清了。你给我个地址，我好把蛋糕送过去。任初学长，能跟您拼个桌吗？啊，没座位了。我这儿有位置。哎，这三人胆子真大，敢坐学长女朋友旁边，就是，真不怕死。坐。谢谢学长。谢谢。学长，这是您的本子，学姐说给您做了蛋糕。你怎么不直接发微信给我？我没有你的微信。哦，我不是要加你微信，你别误会。我一会儿让翻译把地址发给你。怎么不直接告诉我？碧贤，要我说，就你这样，社会实践什么时候才能达标啊？补考过了，及格了。对了，感谢你给我的糖，在关键时刻帮我搞定了几个小朋友。我的手艺自然是没话说，不过你不打算继续对人友善了？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，友善、温柔、耐心，这些都只留给真正的朋友，剩下的只能做普通同学或者路人，没必要浪费双方的时间。看路啊。那我们算是普通同学对吧？当然，甜品做得很好吃的普通同学。Thank you.
我计算过时间，如果正常行驶的话来得及，是你开得太慢。你该不会是故意的吧？我早知道就把你丢下自己回来了。